真是服啊，没个整。啥阵容克塞芬呢？我给你玩一把克他的。我都会改版，下个版本你看着呢，薛赛芬，我都能当设计师，谁不会呀？下个版本需要赛分，完了呢？赛分不是又削了吗？削完以后，我觉得赛分又太弱了，又加强了。能给把大棒吗？或者大剑？不给装备。蓝电池。谢谢小鸟虚云的摩天轮。法转，我现在我发现了，勾八用都没有。我他妈直接升上去，操！下波我直接嫖四倍。
这都什么粑粑牌呀？人家五人口就赛分，我五人口就他妈一二。你包女多也没用啊，你没装备啊。包女不是牌多有用的，那小三星随便三。谢谢小鸟虚言的飞机啊，感谢。看我的吧。哎，算了。要冰鸟，冰鸟人买不了啊。不是赢了吧？光头，你这么狠干啥呀？别赢了。凭什么赢？那就不知道了。别让我选惨的了，我实在没有装备了，我一个装备都没有，你再给我来个法师转，我就没法玩了。我是真没有装备啊。速战速决吧。刀锋。冒险家，我精致连败，蓝电池刀侠，嗯，那他来了你怎么办啊？没办法。输吧，这轮，这轮输吃3块钱利息，比较划算。打死一个就行。同志们，
豆侠吧。豆侠。俩公司一拳套。蓝电池就蓝电池了，无所谓了。据说阿信给了，冰心也给了，不墨迹了，无尽给了呀，拿什么和无尽呢？啊，无尽给了，拿什么和无尽？太低了，没有牌，质量低很正常。我总能找到破绽。这逼装，我从不失一般多不拿二，我忘了，算了，光头走吧，上侠吧。给他拼点怒意，有人和你抢老八，那他抢过我了。看我的吧！哎，这三怒意配个刺客不错，大头扔了。塞拉西真他妈幼啊，你们这是逼我在七级就直接地呀，这是你们逼我的，我本不想这样做。没有全套，给侠重伤。我总能找。你说啥呢？
我不明白你说的什么意思，能说一下啥意思吗？什么叫给侠重伤啊？现在需要一个大棒子呀，或者是全套的。这刀锋也太低劣了，连个琴女都打不死啊！一下啊，你啥伤害呀？2600，你能打2600？这腰呢？为啥技能都没放出来就死了？我决定打完野怪直接递个两星侠。老母猪卡一块，撇不撇？可以撇。虽然我就这一对牌啊，但是也可以撇。个头越大，叫的越响。你递的道具有鬼，为啥呀？我两张，为啥递不到啊？我两张，第一张、第三张没啥问题啊。那概率学它来的概率也很大呀。又是一具阴沟里的尸体。快，我去火葬。两百亿。不就锁血了吗？都没用，刷一个。要钱嘛？我总能找到活着。要钱嘛？速决吧！
我的母语就是战斗，这就叫做千锤百炼。提亚娜没拿上，不过没关系，有一家同行我看着了，我不能让这同行拿牌。我得拿牌。提亚娜可以换派克，他才一星。递了三十就一张男刀，怎么能一张男刀呢？递了三十不是奥恩两星了吗？而且不是还有银马的吗？这怎么的？这牌都白来的吗？派克还是真牛逼，全给他斩了。没装备的派克拿来干什么？拿来干什么？看见了？看见拿来干什么了？这回看见了？说话不要说的那么早。完了，薅着也没拿。哎呀，我操，这啥眼睛？算了，也不是很重要嘛。差不多可以不地了，可以生人口了。拉酒吧。派克卖了吧，没用，有用，有很大的用。这比我想象中要有趣些。快点死吧，别卡了。
无尽杀音刀怎么样？这科技枪给谁呀？骇客啊！这样吧，功能装备给派克，伤害装备给男刀，找一张牙锁拉营口。红行死没？红行快点死吧，别卡牌了。哎，红行赶紧抓紧时间死，死一死，对不对？死一死。这侠到底要不要了？找张三星啊，反正没同行。可以试试。打这条龙可能费点劲，可能不一定能打过。侠打这些龙都不好打。要不然我不拉人口了，我找张三星的侠吧，就能好打。你们觉得呢？连飞机都打不过呀，我的老大哥呀！啊，你连飞机都没打过啊？关键那飞机差一丝儿没死。看看派克有没有二。地吧，我直接地了。你们老盯着那两风暴它有什么用呢？那两个风暴龙它有啥用啊？让他们下跪。
往主攻，往主攻。你老盯着那两风暴，控制没用。云玩家，行，我给你上上，行吧？我给你上上还不行吗？啊？你这么想，你这么想要这两星的那个两个风暴龙，我就给你上上，行了吧？省得你事儿多。触发科技枪，全能吸血有。哎呦我操！还好他妈是给控上。咱也不知道那两个风暴他们有的他们有个什么用，就必须就得上，不上就不行。看见没？看见啥呀？那他妈打的镜像，看没看见呢？这跟风暴龙有啥关系啊？刚才真玩不明白呀，还是就是嘴硬啊？我总能找到破绽。完美合格。不用急，下边应该死不了。难刀，死不了。哎呀，我操！看我的吧！赌一下还是打这架，感觉能打赢。不能扎堆儿，感觉得放左边儿。哎，我不把他打赢了吗？他怎么还有冒火呀？我是打的镜像吗？还是怎么回事啊？